奥特曼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！人类和地球就交给你们啦！啊！啊！奥特曼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难道他们已经……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奥特曼离开我们！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怎样才能救奥特曼呀？哎，奥特曼！哎，奇怪，今天怎么没见着他呀？他可是奥特曼小百科全天王奥特曼！那我们赶紧把他叫过来。能救奥特曼的东西，没错，就是这些。让我看看，这第一个是一把枪，它能救哪个奥特曼呀？这个是充能枪，我记得它能救……哎，找到了，就是银河奥特曼。哎，你们看，银河国过来啦！太好了，豆豆，你可真厉害啊！哎呀，我就是碰巧知道罢了。哎呀，你就别谦虚了，赶紧告诉我们，这个手电筒能救哪个奥特曼呀？我看看啊，我记得手电筒好像能救……哎，欧布奥特曼！这是找错了吧，豆豆？你到底知不知道答案呀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手电筒能救哪个奥特曼。你没错，我小时候也用手电筒照亮过这个奥特曼呢，他就是迪迦奥特曼呢。赶紧救奥特曼要紧！对对对，那一个能救奥特曼的是手榴弹！哎呀，这不是手榴弹，这是一个变声器。哦，像手榴弹的变声器。啊，我知道是谁的啦！谁呀？这个就是戴拿奥特曼的变声器。还有三个奥特曼没救回来呢，那就继续救。什么？眼泪也能救奥特曼？